送上生日贺礼，大家要感谢您透过 Eleven 为大家送上来的一个现场转播，跟着我们镜头来到了台北市立田径场。今天马上要进行的是亚洲杯资格赛，在中华队呢，我们自己国家生日的这一天，主场的赛事要来面对强敌巴林队。紧接着呢，要演奏的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会歌。